Tea Plantation in Hangzhou, China.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a tea plantation. Apparently Hangzhou is famous for tea. So, okay. Green tea, 日本人只喝绿茶。 比较长一点，上山，这条隧道的出资人呢是政府出一部分人，然后他们梅家坞村出一部分，后来打通这条隧道了。多长啊？这个是1.2公里。 可以走的，可以走。可以走的，可以走的。大家讲一下吧。杭州很多流行电动车，电动单车。现在在新加坡，那个电动车撞死了好几个人。对，每年杭州都有。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，每年都有。 就停这边吧，我们下去看看，前面就是梅家坞进村了。